来拍一个我期待已久的主题——路人挑战系列之拳击机 PK 赛。今天我们三剑客战队又出动了，究竟肌肉能打这个拳击机厉不厉害？很厉害，很厉害吗？绝对厉害！我准备了我的拳击手套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先来试打看看。先，那你先拿着。想要虐我？我跟你说，他们就想虐我而已。十块钱可以打两次，我们取高的那一次当你的 personal record。好，好不好？现在这个要怎么打？拉下来，拉下来，你要把它拉下来。对，然后打它需要。对。很痛啊，这边会痛。怕最高纪录是8990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掉了。你要怎么？别别别，要打中你！今天我准备要虐你们两个了。因为他感应宝在上面，他一般打出拳的时候会下勾，所以你最好是直一点。效果，太直。在效果，错没有？错没有？你看，哎，你看，有没有？谢谢色彩，你就打直拳就好了。没了，绝对没了。我今天真的决定要虐他们了。OK， 你现在是大魔王，他现在8900，然后我现在才7400而已。那你多少？哎，你也8000多。OK， 我们现在呢就要去现场找路人来 PK 拳击机。那赢的，我有准备礼物给他，因为我们有三个人，嗯，然后请路人他自己选择，他要挑战哪一位？到底谁看起来最弱？如果路人选谁，就代表那个人是最弱的。哎，看起来理论上是这样子，他的实际上可能也是如此。你们在这边等我，好，我把人带过来。好，你好，我是一个 YouTuber， 现在拍一个主题是找路人 PK 拳击机，那。你有没有兴趣就跟我们 PK 一场？啊，能跟我的那个偶像一起？不是吗？你有看过我频道？有看过影片？对，我看过你影片。哦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去吧。马上找到一个，而且有在看我影片的。对，我们三个人挑一个最弱的，绝对不能挑我。看起来最弱。那我就要挑最壮的那一个。好，你要 PK 我？对，那要挑最壮的那一个。哦，可以。他只是看起来很强而已。这个是他刚刚打的。你要先攻还是后攻？我先好了。好，你先攻。加油！这边打垒球的很多，那我觉得打拳击的应该也蛮厉害，因为打拳击要用到很多腰跟背的力量。拳击机打一次就好，打一次好，就来玩就好了。来，找到一位，现在就是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位，你要挑一位 PK， 挑一个，这位啊，好，挑这位啊，好。然后也可以助跑啊，可以。哇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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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拿着不得了，我要拿着干掉他。这家伙输掉我一条蛋白棒了、欸。恭喜你获得一个蛋白棒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挑战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孟轩，你怎么输了，孟轩？哇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三个人，我挑一个 PK， 挑谁？你要跟我 PK， 看谁看起来最领先。打这九千，你跟我讲一下诀窍是什么？当丢球在打，当丢球在打，所以你是棒球投手。我就说在这边会遇到打棒球的，加油！没了，歪掉了，差了5600，比我来。等一下，谢谢。蛋白棒拿出来看一下，还剩下几根？你还有几根可以输？几根？等一下。还有，今天同一个输了。我是带着诚意来的。我还有5个，我本来预计今天只会发出2个，结果 PK 了3个，已经发出2个了。我们只能再输5次而已。再输5次，我们今天就 game over。我们只能再输5次。对，女生的话就是成绩乘以2，然后我们其中一个人乘以2，一定会被虐哦。信不信？我信啊！你要先攻还是后攻？你要后攻，那你要挑谁？我们三个人选。你要挑我？他刚打3天都而已。8593。Your turn。他感觉要虐你的。谢谢你。我觉得女生乘以2这个策略好像有点不对。因为有时候跟我们 PK 选的地方 OK 吧？耶！了解他。我要问一下，为什么要？有没有凭感觉？就是代表他最弱，就说哎呦没有。凭感觉，这个气息比较弱。被虐，阿姨，哇，人都敲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没有吃蛋白棒，替我省下蛋白棒了，差了100多分。不好意思，觉得你们要 PK 选 PK 吗？输赢不重要，好玩而已啊 ，OK 吗？不要想太多，对，那你要，就你了 ，OK， 你要先攻还是后攻？看起来比较弱，我后攻，你要后攻。太妙，8800。北斗灼熱拳。他破纪录哎！我们第一个破台的在这边好不好？奉上我的礼物，谢谢，选他好不好？大魔，我不知道他抢不抢啊。好，你选他。有人选你了，雨翰。来，我来帮你拍。来，有没有诀窍？有没有诀窍？没有诀窍，你就直直的带。没关系，我也半残。雨翰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紧张，平常心。你就打这边嘛，打准就好。对对对，打准就好。不用太大力，要打准。哎，你打8800哎！没有机会哦！哇！哎，等下，8600，看来我守住了一条蛋白棒。是一个 YouTuber。
你好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在拍找路人挑战拳击机。拳击机啊？对。真的吗？好蛮弱，还蛮弱，好。耶、yeah ！你怎么称呼我？绰号？我叫老王。老王，哎、欸，半路找到一个老王来 PK 拳击。哎、欸，那你为什么不选他？看起来太巨啊！看起来太巨啊！看起来太巨啊！好烦啊！哎呀，好烦！哦，谢谢。哇，还想还想枪！对对对，礼物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你，感谢感谢。我们是现在在拍 YouTube， 你有没有时间？你有没有时间？你有没有时间？就是挑战一下那个拳击机，你可以乘以二哦。然后赢了会有奖品送。还可以等一下吗？因为我可以等你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等一下你男朋友。直接跟他男朋友。找不到。对，他口很快的。拳击啊。对，拳击。我看一下力气很小。没关系没关系，那个不在乎力气，他只要是打得准的话，其实你就不会太低了。我很强，我是大魔王。你就打我啊！我就打。哦。是难碰的。我们过桥。没有。没关系啊，今天就做善事啊，反正我也输到没蛋白棒了。哎，好，后台啊，后台，太弱了。主播，后台。有，这个很厉害的。呀，没有。撞，差一点点。你只要打准才中，分数可以分，打准才中。你打正中间，然后打到上面才中。上面。我一打他就会飞上去了，打正中间就对了。加油！对，完了，你看你随便都屌灭我。还可以乘以二。对。哎，赢了是不是？恭喜你，你赢了。我给他礼物。厉害厉害。这个是蛋白棒。谢谢。对。哦。这蛋白质含量很高。好。谢谢。他们两个就是不认输，就是不认输，我不想输你。他的，我还用很奇怪的姿势打。好了，你就是不认输嘛。好，这有机会哦。过了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用头锤。来喽。再打一次啊！是啊，哎，再破一次吗？
那好。随便讲都破九千欸，那就学我当锤就对了。可是这样不帅啊，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不帅？不帅我也觉得。对嘛？一拳超人才是最帅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找路人挑战就差不多到这边。那我最后想问一下，今天的破台王，他的诀窍到底是什么？你为什么有办法打到9060？就是对，用锤的，用锤的。就打比较准，打比较准，打准就会很高啊。随便我，因为我刚刚有测试过，就是直接这样子轻轻打，我就这样就会打到八千八。好的，不晓得大家还喜不喜欢今天的拳击 PK 赛？如果有任何你们想看的 PK 项目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，到时候我们三剑客战队再一起去出战。对对对对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等你来挑战啊。我也不要那么中意好不好？不好吗？老派，老派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等你来挑战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